你看，我这辽阔的战场，我正是这个红巾之花用武之地吗？华北骑兵旅团的2000把军刀，要让中国的军队闻风丧胆！ 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总部下辖的129师骑兵团也正式组建。1937年10月，129师骑兵团奉命东渡黄河，挺进了抗日前线。 哥萨克的军刀，啥？哥萨克就是老毛子的。哦，警官，千万听小舅子一句劝，这刀不能要，这是祸害呀！你想啊，你要带着这把刀在街上这么走一圈，那鬼子看见咱们，现在那小鬼子可都煞红眼了，还不劈了你呢？哎，这刀啊，你先放小舅子这存着，啥时候你要，你再找我啊。 这有知道你小子们也好心。日本的，想占了我国东北，现在又向霸占我们华北，就会中国人，我们绝不能退让。我军勇猛的反击！知道这是啥鞋吗？哦，不学啊！破布鞋，你真是不懂。这料子真是瑞夫祥的料子，瑞夫祥知道不？那在早上年间这都是贡品，先别吃了。只有皇上才穿的鞋，你瞧这鞋底，俺老板娘亲手纳的底儿。
千针万线，这抵一年工钱呢。真的假的？也就是我吧，练了几年鬼把式，就喜欢这洋玩意儿。我是真喜欢这刀，拿它给你。哎，你穿上试试，来来来。你慢点，慢点。你穿上试，穿上试。来来，你先把这鞋脱了。哎，我说姐夫，你这啥破鞋呀？这是，你穿上它，天天走道，你捂不捂脚？瞧你这脚臭的，赶紧脱了吧！来来来，脱了脱了脱了！来来来，你慢点，你慢点，你把它穿上。嘿，哎，何师傅，啊，你瞧你穿上它多精神呐！哎，姐夫，我保你穿上这鞋，走路那跟飞毛腿似的，子弹都追不上你，咋样？啊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借给你了，姐夫。你干什么呀？我打鬼子去了。哎，外面有骑驴打小二百鬼子了，快去看看。快点，你爹娘把钱送来。拿个烧火棍骑头驴就能打鬼子、啊？天出洋相。站住！留下买路钱。我说你骑驴骑上瘾了，你以为你张国老啊？干啥？瞎呀你！没看见我这拦路抢劫呢？赶紧把钱放地上，不然就放你的血。吃饱撑着了吧你？闲着了，闪开！嘿！嘿！点名。虽然咱俩是兄弟，我是认识你，知道这是啥吗？哥萨克的军刀，他可不认识。三招之内，你要是能把刀夺过去，我就让你走。哎，削铁如泥！脑袋让驴踢了，你上哪儿少爷？哇，可以小子啊！够利索的，你轻点啊！哎呀，三哥，我真给你急了啊！啥时候还在这犯浑？小鬼子马上进村了，家都快没了，还在这闹。啥小鬼子进村啊？还远着呢，咱俩再练练。刚才你这锁喉这是怎么？赶紧回家吧！你看你再教我几招啊！这棒发了。哎，我说你这心也够大的了，这娟子这请柬，明天就办事儿，你还没发呢。娟子，这么晚你这是？啥东西啊？给我的。给我的为啥不敢拿出来？就当是彩礼了啊，好看吗？怎么了？俊子，俊子，
深更半夜的，你一个大姑娘家，跑到我这儿不合适，让外人看着了对你不好。有啥话还是明天天亮再说吧。明天还咋说呀？小南，听我话，还是赶紧走吧。你带我走吧，咱们去哪儿都行。小南，你想清楚了，我是啥身份，你是啥身份？你是罗家大小姐，我是罗家的长工。我不是大小姐，你也不是长工。那也不行。咋就不行？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我告诉你，咱俩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这是你自己这么想的，我可不这么想。这不行，大小姐。叫娟子。叫啥也不行。娟子，改得了叫法，改不了我的身份，改不了我的命。听我一句劝。到底以后，咱认命吧。我就是不认命，我就不嫁，我就是不嫁，咋了？你大不了不走，大不了。行，我一个人走。娟子。兵荒马乱的，大姑娘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别管我！你这不胡闹吗？娟子，哎，我说姓胡的，你小子够有本事的，我这才走了两年，你就把我妹妹勾搭上了。我说你小子知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啊？你就是一臭长工，你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闭嘴！这有你啥事儿？我是你哥，你亲哥。大少爷，说话得凭良心。我胡彦民没做对不起你罗家的事儿，没做。哎，我这都逮个正着了，你还嘴硬呢？你逮啥了？你逮啥了？你逮啥了？你？我惹不起你啊！我惹不起你。有本事咱找爹去。找爹说去啊！行，咱现在就去找爹。前脚出门，后脚我就进你屋，把你大眼杆子撅折了。你大少爷，我胡彦民贱命一条，你随便糟蹋。可娟子是你妹妹，是你罗家大小姐，你不能随便往她身上泼脏水。你可以不在乎，可四爷四奶奶在乎，你们罗氏门宗一大家子人在乎。行。算你小子懂点礼数，可是今天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呀，那也太便宜你们俩了呀。是不是要这个？哎呦，瞧见没？哎，还是我妹妹懂礼数。那行，今天呢，我就算什么都没听见，哎，什么也没看见。我是聋子，是瞎子啊。哎，你们继续，继续。进去进去，这边这边，好好好好，进去了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呦，快快快，里边请里边请啊啊！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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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怎么着？今儿驴肉都不卖，跑这儿记账来了？我家老爷请我呀。你家随多少钱？这么问，这钱不能说啊。嘿，我让你记个账，你还转上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要不告，以后练武别找我啊。怎么着？不是兄弟是兄弟，规矩是规矩吗？你家也太小，就给两块，你家一饭驴肉的，那一年怎么不挣个百八十块呢？我家那一车豆腐卖不上一块，我爹都让我送十块。这能比吗？你们家是亲戚，我们家是邻居啊，你们家放一百块都不多。哦，一百块我官道上抢去啊？那谁？那远亲还不如近邻呢，你们家怎么着也包二十块。我看看别人都包多少。不是，不是，这么看。这不，这规矩，我跟你急啊！闲着没事给我抬个棍。哎，别，有心上人说话就走了，你真沉得住气。瞎扯什么你？锤死你！大小事，不能。你一边去，一边去。我跟你说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别不识抬举。我不稀罕。轿子到村口了，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我哥呢？哎呀，他今天怎么都找不着了，看来啊，指望不上他了。我哥不在，我不上轿。哎呦，砸着脚没有啊？啊？走。砸一点疼不疼啊？我说你这真是。转来转来啊！跑！哎呦呦，这怎么了？你看你，弄半天跟屋还装呢，这会儿知道疼了吧？哎呀，就这么认了？那我能怎么着？刚才娟子那口气我可听出来了，不想嫁人，她心里有你，由不得我，你由不得他。咱天生就是个穷命，能吃饱肚子就不错，还想什么？哎呀，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天看花轿去了气门的，你们上轿谁上轿？谁叫的谁上啊？你叫的是吧？你当时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娟子，这可是大事，你听嫂子一句话，你就上轿吧。你嫂子，我不是那不听劝的人。这是我们老罗家的规矩，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。哥哥必须要背着妹妹上花轿，不然不吉利。这不是你哥不在吗？你要再不听话，我叫你爹来啊！轿子都快进村子了，这死东西给我使性子，让全村的人看我罗家的笑话，啊！哎，老爷。还不如这样，那个他哥不在家，不如让春雷背。说来春雷也是个哥，能说得过去。说什么呢你？怎么着啊？你不想背是吧？嗯，那就让严明背。他更不行，要背你自个儿背去。我谁也不用背，除了我哥以外，谁要敢过来，我就咬掉他耳朵。好吧，你今天算是跟你爹干上了啊。好，我今天就喝上我这张老脸了，我不要脸了。轿子一到，抬，也要把他给我抬出去，不让抬，我捆起来抬。你们别过来啊！你们别逼我，你们要逼我就死给你们看！别过来啊！娟子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过来，我就逼给你们看，别过来！娟子，给我抬！死也要让他死在轿子里。活着是张家的人，死是张家的鬼。我罗家没他这个闺女。行，爹，这是你说的，我死给你看。这是什么啊？四爷。天，这喜事办白事。你赶紧走吧。别再逼他了，
咱们依旧真出人命。我知道大少爷在哪儿，给我一袋烟功夫，我把他找回来。好，我信你。春雷，赶紧跟着一块去啊！不是我说，你小子说句话呀，哪儿找去啊？不是，哎，找不着咱就回去。不是，哎，不是我说，你能不能说句话呀？娟子为你都寻死了，你不接个茬啊？接啥茬？我能当罗家的女婿？啊？你不能当，你就别撩人家呀。我没撩人家。我是个长工，我娶不了她，我啥身份呢？哎呀，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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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，我不应该戳你心窝子啊！哎，这不是迎亲那驴吗？新郎官呢？坏了，出事了！怎么就剩下东西了？人呢？人呢？三脚猫的功夫啊！啊，你们几个，都靠边，靠边，看我的！他那马上有马骑，啥意思？那是奖牌，他马骑得好。没上，好像那什么奥什么会得头一名。奥啥会？奥啥会都没有，以后犯老子手里卸。1938年1月，129师骑兵团在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的带领下，越过了平汉铁路，驰入了广阔的冀南平原。Yes!
专业，但我敢肯定，这是马刀。难道中国军队又有了一支骑兵？都说这小鬼子死命，这不也死一大片？也不知道谁干的，真替中国人出气，多杀几个才好。咱俩得溜啊！这会儿，将军，请到这边来。将军，您看这里，这有马粪，不光这里有，还有这儿、那儿，地上到处都是马粪。此外，还有马蹄的痕迹，而且那边树上的印记很深，估计是僵尸磨出来的，是战马。很多马匹拴在一起，想了个邪术，下马作战，然后骑马转移。是什么战马？从马蹄的印记上来看，比起皇军的战马，蹄印要小，而且步幅也要小。根据现场的情况分析来看，很有可能是中国的张北马。中国还真有骑兵。我在你妈耳朵里塞了只蚂蚱，蚂蚱。成了，赶紧跑吧！哎，有人逃跑！有人逃跑！不对！钱吗？钱？钱？当兵还要钱？不是发军饷吗？当兵是不要钱，还发军饷？当官的要钱啊！交五块大洋，封少校副官；十块银元，上校参谋；五十块大洋，少将副司令。我没钱。啥也当不了，我们就吃口饭就行了，就换大饼的。行行，按手印吧。
那是啥呀？当曹兵枪毙，探一太太洗澡50珍贵，警方长官50珍贵，逃跑称。这就是当兵的纪律，做事的规矩。你们俩到什么地方当兵，都得守这个纪律，明白吗？带包子。按手印。就先当那个勤务兵吗？啥叫勤务兵啊？勤务兵就是跟着长官的。长官弄的，行。长官叫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明白吗？哎，那我们都干啥呀？烧洗脚水。啊？给姨太太洗脚。干什么？哎呀，别洗了！你干什么？站住！好啊，杨勇！杨勇！杨勇！你们俩怎么这么讨厌？赶紧把新娘子送进洞房。新娘子，那我可松手了。现在别管我，先管新娘子。好。这我你快来，快来！司令，兄弟，我对你远很敬佩的，队伍才拉起来7天，就娶了5房姨太太，牛啊！够背的，那几只鸟背着绕，我到第5房才赶上个黄花闺女。王司令，走，喝酒去。喝酒，走，喝酒。连连，咱仨逃吧，咋样？豁出去了。这条道一直奔南就是关帝庙，趁着黑赶紧走，别在这撞上了。两位大哥，你是俺家的救命恩人，我给你们磕头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赶紧走吧，天黑来不及了，赶紧逃命。走走走走走。大哥，将来有缘，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恩情。和严明在路上碰着日本鬼子了，让人砍了2刀，没事儿。怎么日本鬼子？伤着没有？没伤着，就是把衣服划破了，没事儿。哎，我说姓胡的，你是人是鬼呀？不会是冤死鬼到我们家来讨债来了吧？
这全村人都以为你死了，你怎么又活着回来了？都多大岁数的人了，说话没轻没重的。我说严明，这日本人不会找上门来吧？我是半道撞上的，他们不知道我是哪个村的。阿弥陀佛，能回来就好。去后院洗洗吧，在下看有剩饭吗？没剩饭给煮碗面条。哎，走吧，严明。娟子，娟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小鬼子伤到你了吗？都是皮外伤，这么多年功夫能白练吗？娟子，你都几天水米没沾牙了，穿这么点小心着凉，回加衣服去。哎呦娘，你就别为他操心了，没看见姓胡的来了吗？啥毛病也没有吧？你少说两句吧，娘气死你。娘，有饭吗？有，彩霞，快给端饭去。哦，行，我这就去。走，叶明，走。前两天啊，你爹都病得不行了，我用十斤黄豆给你换了个媳妇儿，给你爹冲洗，你爹这才缓过劲儿来。哎，爹，你现在好点没有啊？好多了。娘，娘，嗯，我爹这也好多了，赶紧让人走吧。往哪走啊？等着给你圆房呢。娘，你这算怎么回事？我这没出门几天，这回家还多了口人。你说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，我自个儿都管不了自个儿，我还得照顾他呀。谁让你养回来？啊，我没给你养，过几年以后再说。爹，现在到处都在打仗，那说不定哪天鬼子就打咱家来了。我今儿自个儿能上炕，明儿自个儿能不能下炕都不好说呢。我还得养他。净胡说！娘，你说你这不给我找一包袱？你赶紧让他走啊！往哪走啊？黄豆要回来。要什么要呀？他娘都走了好几天了，你让他一个人去哪儿啊？再说了，你学徒也快满了，啊，这豆腐房一交给你，不得有个帮手？就是，你一个人能忙过来？爹，您还想着卖豆腐呢？国家都快完蛋了，你们要想养，你们自个儿养吧。你再给我养一个。哎，他爹，他爹，他爹！你我，哎呀，他爹，烦了你了！来来来，快坐下，坐下。孩子好几天都没回来，这刚一进门你就跟他大气干嘛？不是跟您商量的吗？是吧？你们都别吵了，还是我走吧。你呀。你来干啥呀？咱娘让我给你送饭。往下放，往下放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老咱娘咱娘，那是俺娘啊。啥叫咱娘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别以为我救了你，咱俩这事儿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啊。以后你喊婶子，听见没？哎。那当兵的来家搜没有？没有，他们都跑了。跑了？小鬼子都打到梅龙镇了，他们一听说，连夜就都跑了。真的呀？哎，那你赶紧给我找个梯子顺下来，我爬上去啊！我在这地窖里都快憋死了，快点给我找梯子去。咱爹说外边危险，让你再多待一天。你喊大伯。啥咱爹咱爹的呀？谁爹说的也不算，我在家我做主，赶紧给我找梯子去，快点啊，快快快！我听咱爹的。你喊大伯。不。哎，外面出啥事了？啊！鬼子进村了！啊！他这乡间的小路，
走向战场。走向那位母亲而站的地方，站那半我里，别孤独跑边疆，我的魂也萦绕故乡。迎接那和平的曙光。